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各位兄姐，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唱圣诗第42首，向山举目眺望青翠山路。弟兄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聚集，要来敬拜你。感谢主，你创造我们，保守我们，并将今世各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诚心感谢你，因你无比的仁慈，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并叫我们得以仰望将来的荣耀。
主啊，非洲及中东的战乱不断，引发了难民潮和非法偷渡的事情，不只有严重的伤亡，而且也给部分欧洲的地区带来沉重的负担。恳求天父施恩怜悯，让执政掌权的有智慧及能力来停止战乱，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台湾，我们缺水，恳求天父施恩怜悯，赏赐雨水，求主赐给我们政府有智慧，采取合宜的措施，也恳求主让每个人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省水再利用，爱护珍贵的水资源。也请你纪念我们教会茂堂牧师团队的每位牧师，他们为你忠心摆上，因着他们的付出，和平教会满满有你的祝福，在主里和平教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庭。请你继续带领与保守他们未来的服事，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谢谢主安排杨伯文杨牧师来我们教会，愿你保守伯文牧师在接任和平关怀牧师的各样工作与进度都十分顺利。在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病痛或是工作无法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请你也与他们同在，医治他们的病痛，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在这个时刻，愿你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你，渴慕生命完全被你得着。愿你与我们同在，也与你所爱的儿女们同在。我们再次把今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这群人不论是听的是讲的都同盟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起应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到那日，你必说，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献诗。我们今天杨瑞瑟姐妹要用奇异恩典耶稣恩友带领我们一起敬拜。
们一起来看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的，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在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今天讲到蔡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是遇见亚玛利人的征战。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实该都应该好好来读出埃及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热火读经已经从创世纪到马太福音，再回到出埃及记。为什么说每个基督徒应该都好好的来读出埃及记？因为在这当中实在有太多属于信仰上宝贵的礼物，那些珠宝，那些珍贵的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跟创世纪做比较，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的当中，上帝的创造，在创世纪当中看见神拣选一个人，慢慢的从一代接续一代，可是好像比较多看到的是那个人的特质，那个人怎么跟上帝来对话，那个人在那个过程中他的挣扎，跟他回到这个信仰。可是当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读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还是有个人像摩西、像亚伦，可是更多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群被称、被呼召成为上帝的子民，在一个从旷野出埃及，从进到旷野要到应许之地的过程里面，上帝怎么样用他的方法一步一步塑造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走进这迦南的应许之地，因着上帝的慈爱经历这一切。在这一次，所以牧师鼓励大家在这热火读经里，我们跟着这个出埃及记的进度，跟着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今天要读的这个经文，或许从出埃及的当中对大家而言不是那个最清楚最首要的，因为我们看这些画面，看到摩西的出生，看到摩西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看见怎么样埃及十个灾祸，看见摩西出过红海，带大家过红海，还有怎么样在那里拿到玛纳，那个天上的灵粮，而在这之后就进到这一章，他们遇到了亚玛利人。在这里面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往后再继续看，看到什么？看到他们在西乃山下，在那里上帝设立十诫，然后让他们来遵行。可是就在那要走到西乃山之前，有这一段关于亚玛利人的记载。谁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谁？为什么从哪里冒出来特别对他来征战？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子孙。以扫是谁？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的儿子，大儿子，那个卖了红豆汤啊，不是在为了红豆汤的名分，为了红豆汤卖掉了儿子的名分，那个以扫。亚玛利从以扫的后代的族谱里面看，以扫生以利法，以利法生了亚玛利。在圣经中创世纪有两段都记载，就这个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在这当中好像他跟雅各的后代是很亲近的，却因为他的祖先把那长子的名分让给了以扫，让给了雅各，以至于在他当中好像有一个一族跟一族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怨恨。生命记也写到说，当他们在出了埃及的旅途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对待，是趁他们疲乏困倦的时候从后面击杀那一些软弱的人。我不知道在旷野当中那些走不动的人，那些可能有些事情在耽搁的人，他就从后面来击杀这些人。这是亚玛利人在这里对他们的争执的一个动作，他们并不敬畏上帝。而在圣经当中也看到这个亚玛利人在扫罗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也都成为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敌人，在那里跟他们来征战。而到最后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还记得那个以斯帖，他成为波斯的一个王后，他里面有一段的记载，那一个恶意要来毒害犹太人的那一个，他写说他叫做亚甲族的米大他的儿子哈曼。那个哈曼是谁？哈曼是亚玛利国王后代。所以好像从创世纪开始，进到出埃及，进到这个王国时期，进到被掳归回的时期里面，亚玛利人都成为这个以色列人列族一个危险。面对以色列人面对这样的危险，在这次的战役当中他们怎么进行？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征战。原来约书亚第一次在圣经中被看见，竟然这么早，在还没有到西乃山，我们看见约书亚好像之前比较想到是那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里面去看见，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约书亚从这里就已经上场。之前都是摩西跟亚伦在面对法老，在那过程，可是在这里摩西派约书亚在那里说，你找一些人去那里征战，而我要带着上帝的杖然后到山上去。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大家会想，是不是跟我一样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会问，那这个户尔是谁？如果仔细去看，在圣经中有一些其他地方有记载，而根据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这个户尔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的先生，所以跟摩西他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夫米那个户尔，他们一起到山上去。可能也会想说，那什么是上帝的杖？上帝的杖就是那根摩西带着的那只杖，是那只他当初在旷野牧羊的杖。可是在这里他称作什么？上帝的杖。会不会我们也一样，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恩赐，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我们原本我们据以为生的东西，可是当我们愿意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有一天那些恩赐，那些的才干也可以被称作上帝的杖，从摩西的那个牧羊人的杖变成上帝的杖在那里。而在这当中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当摩西在上面举着那个杖的时候，下面山下
约书亚带着百姓去征战，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什么时候他举起来就赢了，什么时候手酸放下来的时候就输了。而在这当中，我不知道亚伦跟户珥他们什么时候发现这样的事情，原来摩西的杖举起来跟放下会有关，原来为他们上帝的使者所带领的那个摩西，他也有会手会酸的时候，而在那里什么时候他发现，而因此这样他们就在旁边，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还搬了一块石头给他坐在那里，他们一起举，让摩西的手可以自在照那里，圣经写说直到日落。而在那一天，他们靠着上帝的保守，在那天他们大胜了亚玛利人。会不会大家也跟我有这样的问题会去思想，你觉得约书亚在下面打仗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一个在战场上打仗的人会不会看得到山上？或许不会，或许在那过程当中约书亚只是尽他的能力他就去进行，可是在那里到底约书亚他看到的是什么？这是今天圣经中所讲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去思想，让他这不是一个我们读过的故事，这样的事件也对我们来说话。跟大家分享有下面的几点，第一个要看的是，我要对我们当中那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而言，好像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中，在这个月里面，你们曾经在这边领受洗礼，第一次领受圣餐，也好像经过那个红海进到了一个成为上帝的子民，可是在那当中好像也还是会遇到亚玛利人来的征战，好像没有理由，好像突然一个人在那过程的里面，亚玛利人在找寻那些落单的人，亚玛利人可能在找寻这个群体当中他的信仰还根基还没有建造的那么好的人。所以牧师对我们当中，我看见会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群体里，有些人他们容易受到一些的征战，受到一些的攻击，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而在遇到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来面对那样的征战，就像茂堂牧师在那次洗礼的时候跟大家勉励，我们不仅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也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而在每一天的当中倚靠他，他成为我们的主，来走这一条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路。可是不是在那过程里也看见那个征战不是在那可见的事情的里面，好像是不是开了我们的眼睛去看，这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征战，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我们靠着自己来走这些事，而这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用这样的眼光去看，看到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可能在这礼拜每个除了礼拜天以外的生活，我们起床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查看一点圣经，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在面对老板面对同事，可能面对许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靠着自己去征战，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才干，可是是不是从另外的角度却看见那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我们倚靠什么？而在这当中也看是不是弟兄姐妹的同心祷告能够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让这个群体里没有单独的人要单，没有任何一个人要单独去面对这些的挑战。
当我回想来到教会的这一段时间，我很好像有人会问说，牧师你来这里比以前还忙吗？我刚开始会说还好，可是现在会觉得哎呦好像真的比以前还忙。可我很珍惜一段时间，是每个礼拜四晚上的时间，大概7点左右我就准备下来到一楼的大厅旁边那一间的空间，会看见我们有私情的弟兄或姐妹，领歌的弟兄姐妹在那里预备，好像那是一段其实在教会当中也会遇到，即使是牧师好像也在征战当中，像约书亚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去面对要去处理。可是在那一个礼拜四晚上的那一段时间，当音乐的声中我安静下来，再次去思想从上帝而来那份的恩典，他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以至于我现在在这里服侍神。而在那里慢慢的旁边有人会坐过来，我还记得我前面一定会坐着光圣传道，他我们有习惯的位置，旁边可能是高长老，可能是文玲姐。而在一起祷告的当中，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的眼睛，会看见和平教会的祷告不是只有为了自己，好像在那个开阔的眼光当中看见这个世界里亚玛利人今天现在在哪里又引起那些征战，亚玛利人在哪里，在一些我们所关心的宣教师或是这里出 的牧师传道师，他们在他们教会中遇到的，开我的眼睛去看见原来那个征战不是只有我自己在面对，原来在上帝的整个国度的当中一直需要用祷告的心来守望这样的征战。而在那里面透过诗歌透过引导，好像那大的战场没有马上改变什么，我们也曾经为了 IS 这个组织祷告了每个礼拜在那里祷告，可是又看见他又同样做那么残酷的事情，可是却在那当中在一起祷告里也看见上帝的手就在那里慢慢慢慢的改变一些事情。我在分组，我很享受那样一段分组的时间，好像是一个小组在那个里面可以彼此把对方的手举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在那里一起为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在那里分享跟祷告。有这些伙伴真好，那是教会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每天领受灵粮，我们从神而来生命的活水，可是当我们生命中看见那个在亚玛利人在我们当中引起的征战，看见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祷告找到属灵的同伴，我们不孤单一起守望来做这样的事，是何等美好的事。让我们能够在一周里除了自己灵修亲近神，除了在主日礼拜以外，我们有一起祷告的伙伴，能够彼此关心的人，让我们从世界的奴隶变成上帝的子民，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好的转换，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当中那些的挑战那样的定义，却在一个上帝子民的一个道路当中一群人里面，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当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会想教牧团队要做一些的变化，看着那个月历，这个礼拜是4月最后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是什么？
五月第一个礼拜，再来是母亲节，再来是茂堂牧师要退休的日子，再来五月底就是欢送整个教牧团队的牧长，好像好多好多一下子一些变化，我都在想，在这个过程里，感谢神让伯牧师已经有些受邀请到我们当中，不过他到八月一号才能够来就任，所以想在这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让这教会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我们可以更加的稳固。这里写里面有一段经文说，你要写下来，让约书亚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我在网络，这不是我画的，不过他话说什么，约书亚在这边跟亚玛力人征战，要跟他说在山上有一群人在那里为他来祷告那个在天上的上帝。我相信当茂堂牧师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会继续为着和平教会来祷告，我相信他跟信真师母会为着我们继续来祷告。可是我也想问，那我们呢，在旁边的人是谁能够一起为了这个教会来祷告，在那个转化的过程里可以怎么样来祷告，为着教牧的团队来祷告，为着那刚受洗在这个信仰团体的人来祷告，因为那是一个征战，而为着那个在教会当中服事投入很深的人来祷告，因为可能在那过程里他觉得前面一直在征战，可是可能在那征战当中会疲惫吗？我想会，从打仗从日出打到太阳要下山，可能当中他只看见就是现在这个事工需要有人来进行，就现在这事工需要多少的人就在那里要完成，需要有人在那里成为他的帮助，需要有人在那里用守望来祷告，写下让约书亚听，那个上帝预备在这个教会当中要来承接的那些受洗的弟兄姐妹，那一个刚要形成的教牧团队，我相信神在这当中要邀请我们，要呼召我们做这样的事。牧师问说，那就只有在前面的人跟在上面的人还有吗？可能有一些人，一些老弱妇孺在这个地方等着，可是当越来越多人他们愿意在山上在那里举起这个手来祷告，或是有些更多的人到前面去征战，那我们必能打胜。求神兴起一群同心祷告的弟兄姐妹，托住教会牧师团队以及那些面对苦难的人，因为这是这个教会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特别需要大家一起来进行的。而在这最后，摩西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那里筑坛来纪念，取名叫耶和华尼西。尼西的意思是音译，就是旌旗，就是那个旗帜。当然我们现在说那个旗帜会看到有一个布在那里，可是如果从原文里面去看，那个旗帜有可能就是那一根上帝的摩西所拿的那个上帝的棒子。在旧约里也有提到，当那个铜蛇被举起来的那一根的杆子也是同样用这个字尼西，在那里被提醒上帝的棒的那个杆子，在那里提醒上帝是我们的元帅，而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当一群子民在那过程，我们可以一起仰望倚靠，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
一步一步完成上帝在我们这个和平教会成为他子民的美好心意。所以牧师邀请大家有默想，也有一些的行动。我不知道你在现在，我们想在目前生活里面对危机的困境的时候，怎么看待自己的努力跟一群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能找到或是在这个教会群体里有想到谁可以一起为你来祷告，可以为你来帮忙，还是你想我只有来敬拜神，可是我跟肢体之间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的亲近。牧师会鼓励大家在这个教会当中祷告这样的弟兄姐妹。谁是属你的属灵伙伴，跟你一起祷告的人？而教会除了这个祷告会之外，我想在不同的团契小组中也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或是在但以理的那个祷告网上面，大家可以常常透过 LINE， 透过不同的方式在那里彼此带到。我们可不可以在那当中把这看为一个重要的事情？而牧师也要问大家，如果上帝将一些的慕道友或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可愿意成为他们的属灵伙伴？神让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有慕道友一直来到我们的当中，可他们可能比我们更需要被牧养，因为可能更多遭到一些的攻击，可是我们可愿意成为他们的属灵伙伴？求神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样的需要，回应这样的呼召。而在教牧团队转换的时候，可曾愿意为这来忠心守候，彼此鼓励来参加祷告会？当我知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说祷告会的时间平常要上班来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牧师真的鼓励大家，我很享受在那祷告会当中，虽然我们可以用 LINE 来祷告，用 email 来祷告，可是当一群人一起面对面同心祷告的时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鼓励大家可能从你都没有来参加过到一个月来试一次看看，从可能本来可能偶尔过来，慢慢的就习惯喜欢过来。我在找这祷告的图的时候看到了一张让我自己也觉得很特别，他说他是某一间教会上面说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取消。我在想，要是有一天你说我们收到一个讯息说通知大家和平教会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取消，我不知道如果是这个消息你收到，对你而言你会觉得那是什么？会觉得啊，没关系啊，反正还有礼拜天？还是在那过程当中你想一个教会的祷告会怎么在今天取消，临时被取消，那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就暂停了？牧师鼓励大家一起成为那跟摩西一起守望的人，那个亚伦跟户尔，为着教会，为着自己，为着那在教会中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一起来参加。所以这显示说，让我们插上祷告的电源，还有一个空的是为着你。当我们插上的时候，要一起去经历那个祷告所带来的力量。愿神保守带领，让和平教会有一种特质，不是这里的一群人他们有什么，却是这是一群人他们常常彼此相爱，常常一起祷告，而也因为这样神要大大的使用，大大的恩待我们和平教会。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来跟你说话。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听到许多是关于世界的声音，但主，我们真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从你而来那份平安，来面对那从世界上来亚玛利人不同的征战。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和平教会，成为一个举起手来向你祷告的教会。主，会看见教会中有那需要的人，我们能够彼此成为属灵的伙伴。主，特别也为着我们当中可能在面对苦难或挑战试探的弟兄姐妹，主，他们在这里不孤单，因为主，你差派我们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的弟兄姐妹，就在他们的旁边。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们的需要，能够成为帮助。因为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也成为那个需要别人帮助的人。谢谢主，求你让我们今天来回应你，成为一个喜欢祷告的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求主引导我祷告。我们来唱全首。
时我们用依然站立，用这一首全身全心奉献的歌来表达我们对今天信息的回应。有几位新朋友，我们一起来欢迎他。第一位是陈志文、陈昭龙，不晓得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他们是爸爸妈妈住在丹公园附近啊，希望能够来我们教会聚会这样。在第二位是我们瑞瑟姐的爸爸杨青和杨先生。我们请他站起来，我们一起欢迎他。好，谢谢。再来有三位从淡水教会来的朋友哈，李奇旺、江芳华，还有李佑琴，欢迎。那接着下来报告教会的几个重要的消息，这边首先要报告的是聘牧的报告。我们教会在第541次的小会决议通过，我们要聘请杨伯文牧师来担任我们教会的关怀牧师。那杨牧师的相关的信仰见证跟履历资料，请我们看我们的周报。然后再过来是5月17号礼拜天，我们是联合礼拜，是上午10点进行，主要是为了配合我们5月17号下午2点的主任牧师就任及退休感恩礼拜。那天的主日礼拜改回联合礼拜，要请各位兄姐特别留意时间，请各位兄姐在用餐后，那继续留下来参加下午的感恩礼拜。然后第四项，我们有一个活动，不是去以色列，是我们有一个骑机车游圣地，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旅游剪影，是在今天下午1点半到3点的时间，我们在教会的一楼来进行。那我们的讲员是曾中生牧师，他是我们台湾神学院旧约神学的博士，我们透过旅游剪影的方式来认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然后我们后面可以透过 Q&A 来更深入的了解以色列的宗教史，还有旧约圣经里面的各项疑难杂症。我们会后还有手工的茶点提供来享受，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那要报名的话，请跟我们的录音干事来接洽。那其他的消息就是请大家参考我们教会的周报。我们最后一起来唱颂赞我们圣诗第508首《普天之下万国万民》。普天之下万国万民。
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礼拜后请留步，我们的牧长愿意和你们一起祷告。